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咁多位早晨，早晨，我哋今日同听日咧会有非常刺激嘅野外比赛，由于赛程有一定嘅难度同危险，麻烦大家帮我签翻张同意书，同意参加呢个比赛啊！哦，真系生死状啦！食飯好嘅，好係咁。喂，柳 Sir， 哎，柳 Sir， 阿源啊，係啊係啊，莊翠源啊，喂，我上次同你講嗰兩份文件咧，喂，你可唔可以親手交俾佢？係啦係啦，穩陣啲，唔該你啊，柳 Sir，Thank you Sir。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系啊系啊，阿源啊，源仔啊，哎呀，成日单眼嗰个，系啊，我今次真系唔该晒，麻烦晒你，靠你咯，好啊，唔该你花姐，得啦，我请你饮茶，好。六六三四九 ，yes sir， 一二 bit 头位 ，yes sir， 六六五三一，六六五七四 ，yes sir， 四五 bit 二位 ，yes sir。六六八二三，六六三三二 ，yes sir， 行十七十九 B 头位 ，yes sir， 六六四一五 ，yes sir， 上巡逻车头位 ，yes sir， 琴晚23:00到00:10有单路粒，咁 wanted person 一名男子，中材，短发，有刀嘅，出去嗰阵时做多啲 stop and search， 仲有冇其他问题 ？No sir， okay dismiss， thank you sir。师姐，师姐。咩事啊？防晒同埋蚊怕水系行必嘅必要物品，送俾你啊！唔使啦，我自己有。唔系，我觉得真系好啱你，要咗佢啦。咁好啊 ，thank you。唔使客气，拜拜。你好。PC 八二三。No sir。头先 briefing 嘅内容清唔清晰？有冇唔明 ？No sir。啱啦，我影咗 briefing 嘅内容俾你，攞去啊。唔使啦，我抄咗 note。总之你唔使抄噶啦，我影印俾你得噶啦。俾心机。Thank you, sir。嗯。花姐。柳 Sir， 你好。拜拜。Madam， Madam。唔使问啦，呢个一定系俾我嘅。唉 ，Madam 你真系犀利啊，咁都知道呢壶系冬瓜水，几热嘅天都好啊，饮咗佢啊，行必就唔会中暑噶啦。但系我嚟呢个妻馆都唔系好耐，我唔识你噶喎。你唔识我啫，我识你啊嘛。你系庄树嘅女朋友啊嘛。嚟，拎住。Thank you。唔使客气。唔使问啦，肯定系阿源较贵。关唔关啊 ？OK 啊。因为有晚你足足踩九条街，又仲塌到佢喎。系啊。其实女仔人家心狠搏命啦，如果同我行 B， 有贼就等我追，有票就等我插。听讲上头迟啲想派你去 BPRP 度做警讯主持，好啊，啱晒你，包冇人。撞墙员，喂喂，哎，警察，好耐冇见。喂，星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想同佢倾几句，好快嘅啫。好，冇问题。等我先。唔使讲啦，一定又系阿如叫你嚟噶啦。唔系佢叫我嚟嘅，不过我知佢关心你。我知啊，佢担心到叫成个妻管嘅力服侍我，仲谂住调我去做警讯。我啊，就快俾佢激死啊！你冷静啲先啦。
維維啊，你唔好咁任性啦。阿源覺得你唔適合做警察，佢係唔想你辛苦，怕你有危險，佢都係擔心你啫。我冇任性，我係諗得好清楚先決定做警察。我都係希望了解多啲我中意嘅人，體會佢工作上嘅壓力。你以前都唔係咁樣管我，點解你而家要幫阿源講説話？我唔阻你做嘢住啦，總之係自己小心啦。知啦。覺得佢對我態度好奇怪啊！佢之前係我女朋友嚟。你對啲 X 都幾好嘅喎。Running Army 野外力騎比賽會分兩日進行，今日咧就會以 Checkpoint One 為終點站，限時四個鐘，超過限時嘅隊伍咧就會被淘汰。在你們面前，除了有樹林、山頭和河流等等挑戰之外，還要通過我們特別設計的關卡。工作人員會為每一隊帶上一部迷你攝錄機，除此之外，你們不准攜帶任何私人物品。好，出發。好啦，開心啦。見咗日本明星添，繼續啊！做咩啊？冇嘢，繼續啊！真系出咗事，表哥，快啲！阿丽嗰度冇做画面，唔系真系出咗事啦 ，call 下佢哋。阿丽心收到。阿拉心收到，试下 call 完嗰队。喂，阿源，阿拉收留咗踪影。咁大镬？麻烦睇咩事 ？OK。光仔话阿丽佢哋去到崖边嗰边冇咗画面，可能喺嗰度出咗事，我哋过去睇下。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我哋跌咗落山。好似阿丽佢哋啊！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阿丽啊！阿丽，表哥，阿源阿强，快帮我哋啊！顶住啊！我系谂办法救你哋啊！表哥，顶住啊！
徒手攀石，我已经帮你找踏足点，你跟着我指示做就可以了。阿丽，你九点钟方向有个石，你先用左脚踏上去，然后用尽手指的力将自己撑高，咁就有位俾你落脚噶啦。表哥，你个六点钟方向有嚿大石，你放胆爬过去，记住重心向前，唔好向后啊。表哥，你要信阿强啊。定啲啊！小心啲啊！用力啊，奶！阿奶表哥，你哋最后要用石隙同埋大石做踏足点爬上去。你哋记住，四肢分别是四点，当找到新的踏足点嗰阵，就要三点不动，一点动，只可以用一只手或者一只脚爬上去。阿丽，你的两点钟方向是最佳的位置，你只要爬上去就可以了。表哥，你先向十点钟方向爬，然后再向十二点钟方向爬就可以了。小心啲啊！做咁多 training 都是睇今日咋，打几步咋，到噶啦。表哥，表哥，冇事嘛？点解你哋会跌咗落去噶？我哋俾两个蒙面人袭击啊！我谂我哋已经黄咗，有人想阻止我哋接近目标，我反而担心佢哋有危险啊！咁即系话邪教嘅人开始做嘢？唔好讲咁多，快啲讲去 checkpoint。送礼物时间又到啦！只要用笔尾嘅 TVB Anywhere 睇够指定嘅钟数，就可以参加抽奖赢奖品。快啲上呢个网站参加活动啦！